来，请听题。什么门永远都关不上？有提示吗？有，答完之后就提示。八、七、六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敲门。什么？敲门。关键时刻他说出来了啊！再说一遍，球门。恭喜你，不错，球门答对了。他答对了之后呢，就要给阿姨这边加点水了。哦，来加入一格水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阿姨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您听题，哪项比赛是往后跑的？击剑。什么？击剑。哎呦，太棒了啊！您再猜一个吧。对呀、啊。嗯。什么比赛是往后跑的？拔河。哎呀，太棒了！恭喜你，拔河。哇！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阿姨不心疼我。阿姨心疼你，她更疼自己。嗯。来吧，蓄水。嗯我们这边的水势很凶猛啊，是吗？对啊，是吧？对对，很凶猛。过了，过了，可以啦！一定要多想啊、嗯！来，好，请听题：哪两个英文字母最好听？英文字母大家都熟悉是吧？阿乌阿波婆摩佛哥呵呵基西语，是吧？嗯，想。可以26个都说一遍吗？说完不管用，只有两个，我们要问这个答案。不许说话，现场，现场说话，我们把水要加满。A P 啊 ，Cindy 最好听。你们后边提醒他听见了，所以说以示惩罚，给他加一格水。真的假？以后还说吗？以后还搭茬吗？不搭茬了，好，这个作废，再问一个啊，来，好，什么布怎么剪也剪不断？真假？什么？啊？什么布怎么剪也剪不断？这个我知道。什么？瀑布。好，恭喜他答对了，瀑布。来，给阿姨加点水。说，何老师，怎么了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水啊一直在涨，涨到现在都第三格了。停！停！失控了，这水阿姨坐在龙头上了、啊、快关了，快关了，快关了，刚才本来是两格的，慢慢涨着都涨地，那就不用加了啊。